蚕丝被如何专业的选购，纺织品化学工程师给你讲的明明白白。如果你很喜欢蚕丝被，但是这四个问题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那你真的很容易被称为被宰的羔羊。第一点，认为江浙区域盛产蚕丝。第二点，不知道蚕丝可以被化学增重。第三点，认为桑蚕丝做的被子比做蚕丝好。第四点，认为手工蚕丝是最好的。我先说说第一点，这也是最震撼大家以前世界观的，那就是传统印象中鱼米之乡、丝绸之府的江浙如今并不盛产蚕丝。现在全国蚕茧产量前三名的省份是广西、四川、云南这些西南省份。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养蚕不挣钱。丝绸做成的衣服很昂贵，但养蚕的蚕农真的很辛苦，还不怎么赚钱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有一首叫《蚕赋》的古诗早就道破了真相，变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。江浙这种经济发达区域，随便干点啥都比养蚕赚钱还要轻松。蚕丝的养殖都转移到了人工成本更低、和江浙环境一样湿润的西南省份了。江浙区域现在很少养蚕，太辛苦了。江浙的老牌丝绸品牌只是掌握了更好的蚕丝加工技术，所用的蚕茧大多也都是从外省进口的。如果有商家大肆宣传自己的蚕丝制品用的是江浙区域的蚕丝，那一定要留个心眼，绝大部分都是骗不了解真相的消费者的。第二点，就是化学增重的蚕丝被。三斤重的蚕丝被其中一斤都是化学物质，这还是有良心的。没有良心的，化学物质甚至比蚕丝还要重。怎么个增重法呢？就是把蚕丝用有机氯化锡、丙烯酸酯浸泡烘干，这样两斤的蚕丝被就能变成三斤重，而且你去泡水洗都不会掉，只要是专业的人不讲，你这辈子都想不到。尤其是用有机氯化锡增重的，这种是有毒性的，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一条毒被子，可太得不偿失了。想要检验你的蚕丝被是不是被增重过，去超市几块钱买一瓶八四消毒液，从被胎里薅一点蚕丝扔到八四里面，如果溶解的时候冒出了泡泡，那就是加过了增重剂的。正常的蚕丝溶解过程是很平静的。增重蚕丝被在以前都是行业的潜规则，无非是多重几斤的区别。在2019年蚕丝被的国家标准中才明确地禁止了化学增重的蚕丝被。不过鉴于很多蚕丝被还是小作坊加工的，很难监管到，这只能凭良心了。最好的检验方式还是用八四消毒液泡一下。第三点，就是认为桑蚕丝被子比做蚕丝更好。桑蚕丝就是吃桑树的蚕吐的丝，做蚕丝就是吃做树的蚕吐的丝，所以吐出来的丝是有差别的。桑蚕丝洁白，做蚕丝发黄。很多消费者觉得桑蚕丝衣服品质高，价格贵，于是也认为桑蚕丝做的被子更好，这其实并不一样。我个人的建议是购买做蚕丝做的被子，核心原因就是做蚕丝的蓬松度更高，得益于做蚕丝的孔吸率高。蚕丝被的特点是贴身，但仍然是有些蓬松度的，睡起来更加的舒服。最推荐大家购买做蚕丝的核心理由就是更便宜，而且造假的少，性价比非常高。因为传统桑蚕丝蚕茧是值钱的，蚕蛹不值钱就扔掉了，但是做蚕丝不一样，是做树长大的蚕蛹，肉特别多，都卖给烧烤店了，做蚕丝反而成了副产品。做蚕丝还没有蚕蛹值钱，所以价格特别便宜，光沈阳一个省份就贡献了 70% 的做蚕丝产量。不过由于做蚕丝要先开膛破肚取出蚕蛹，所以做蚕丝的长度没有桑蚕丝长，理论上做出来的被子更容易板结。不过就我个人使用起来的经验，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，主要是做蚕丝做的被子更蓬松舒服，而且价格还便宜，也很少有人打做蚕丝造假的主意，买起来更加安心，所以我个人还是推荐做蚕丝做的被子。最后一点，认为手工蚕丝是最好的，这种推崇传统手工艺的心情我很能理解，但我还是推荐机器做的蚕丝被。因为手工蚕丝是先把蚕茧煮软，然后再缫丝，这时候会沾上蚕蛹身上的油脂，这层油脂黏黏糊糊的，不仅影响被子的透气性，使用起来还容易变扁、变硬、不蓬松。手工蚕丝被是很难通过国家标准检验的，光含油率这一关大部分都是不合格的。机器蚕丝是先缫丝再煮炼，这样的蚕丝会很干爽，使用的更久一些，价格还便宜。没情怀真的不必要过度追求手工蚕丝。丝绸制品是所有面料里面水最深的了，我都不敢保证我不会踩坑。如果没有靠谱的朋友介绍，还想购买蚕丝被的话，我尽量推荐你购买蚕丝被标准里面的起草单位，起码都是合规生产，不敢弄虚造假。虽然贵点，但买的放心舒心。这些蚕丝被的知识也很感谢我一位专门做蚕丝被的好朋友，虽然是做手工蚕丝被，但也会不偏不倚地告诉手工和机器的优劣。喜欢传统手工艺蚕丝被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。
最后总结一下如何买到好的蚕丝被。第一点，不要迷信江浙产的蚕丝。第二点，用八四消毒液可以鉴别化学增重蚕丝。第三点，买做蚕丝的性价比更高。第四点，机器做的蚕丝被使用起来更耐久。第五点，蚕丝被标准起草单位里面的产品购买起来更加的放心。希望大家都能买到好用又安全舒心的蚕丝被。如果你对纺织品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在评论区中向我提出，我都会拍成视频给大家专业解答。我是姚卫明，一名纺织品化学工程师。